来看到国际的最新消息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，她在悬疑两个月后，终于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。北韩官媒报道金正恩的最新动态时，也同时让金宇镇入境，显示两人一起去视察水患灾区。金正恩前往八月受到梅沙台风侵袭的江原道灾区视察之后复原状况。虽然北韩官媒发布的照片里面，金正恩占据的版面是比较多，但是我们再仔细来看，可以看到金正恩后面有一名女性，就是金宇镇。她穿着秋季卡其色的套装或是风衣，个头显得特别的娇小。而官媒还报道，金正恩看到农业复苏、灾后重建的工作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，让他感到相当的欣慰。